大家好啊，现在我上牛圈来了，把牛给它赶出去，让它溜达溜达去啊，出去溜达溜达，上下边小盒子里边去喝点水啥的，去溜达一圈去，咱们现在给它放出去啊，走，出去吧，出去溜达溜达去吧，去，走了，去。我出去吧，叫，走了，看这牛都上这个小河套来喝水来了，这刚打的冰眼。每天都给他把这个冰窟窿给他打，要不一晚上就冻上了，喝不着水。这冰窟窿再打透它就能喝着水了。这大部队都来了，这样都溜达都来喝水来了，这大部队。啊，这都是我们村的。我们村的这个村民养的牛啥的，都跑这来喝水了。那家跪着喝呢，碰不着，顶着鸡了。看这一坨一坨的，都冻成冰碴子了，全是霜啊，上面挂一层。把牛赶出去，然后在外边也给它印完水了，他们出去再溜达溜达就完事了。咱们现在回来把这个牛圈的这个牛粪给它往外捡，它清理清理。要不晚上睡觉，他们晚上睡觉趴睡觉的时候没有地方趴呀。看这个帽子上全是白霜了，又还是特别冷的这天气啊，-30-40°C。哎呀，在外边干活也是冷啊，遭罪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牛圈的活已经忙活完了。今天，上午的活，等到下午牛回来，然后再喂喂牛就行了。好，谢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啊！咱们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下期见，朋友们，再见。